谢谢。放心吧，明天一早我就过来，不会有人动的。哎，这破车也没人动。这个点也没公交车了，你怎么回啊？我打车。我帮你叫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能叫。太晚了，你一个人不安全，我帮你叫还能看到行驶路线。我家可远啊，车费得一二百呢。那，你加我个微信，到家转给我。行。你脸上这儿。等一下啊，再给我发消息，晚点给我发个信息，车费多少转你。我不是为了这个。没事，走了啊，拜拜，下次见。